我们继续看这精彩的一决。哎呦，这一局是请上了我们的这个 ET 姿态啊，北京富少刘志豪。什么？哎，在他家里都要开车，不然会迷路的刘志豪。啊，加大，我怕。哎，也是一转头出去分析战术的时候，姿态也是把内裤穿上了。大家也是不要黑这个了。北京富少刘志豪。沙场这边的班人依然是搬掉了自己非常强的 EZ，确实，一个英雄太强，你自己会不想用。喂，我看一下这边姿态是说了什么，我该死。你就用 AP 符文打 AD 啊，我都是我之前。眉头了。我之前用的 AP 符文打的皇子，你用吗？没事，眉头了。放心，你随便玩，你就玩，有没有？你就用 AP 符文打个 AD，我不会黑你的，放心，我美化你。我是真的没有，啊，好好好好，真没有他了，这个英雄。好好好好好好，我这个耗你还不懂多寂寞。好好好好好好好，您真耗这个哈。对，也是这把我们北京少妇哦，北京富少刘志豪，们。没有完成他想用的英雄。校长这把是祭出了皮城女警。我以前跟校长。傻子啊！傻子啊！我感觉我要被黑，什么？哎，你别选啊，你让我选，我给你看那个提示。我明白螳螂的这个，我还可以选。哎，姿态也是啊，姿态也是玩螳螂啊。北京少妇刘志豪玩大螳螂啊，飞天螳螂。也是今天在比赛中非常亮的螳螂啊，北京少妇北京富少刘志豪，也是失传已久的肥螳螂。姿态，你选个抽 game 的，我美化你，真的。你选个抽 game 的，我美化你。你这个天资该死，我这没干过，救不了你。你他妈不选有事儿吗？不是你这种，万一校长去查，也是欺骗欺君之罪种吗？什么叫欺君？我一提符文试一下。不，姿态是个能选螳螂，不选螳螂，跟校长说没有。在古时。欺君犯上，罪当死刑。不过，我们圣上隆恩，不杀之恩，就让他选了。你这把坑了你就完了，你这把坑了我天之迷之黑你。下的好骚啊！果然是我们看到欧服3500加，确实。夏夏说校长是欧服3200加，我说校长3925，看来我说的是对的。3500加嘛，往上就还有3925，我说的没错。我上单锤死，不，你这把玉宝给打过了。螳螂没屁事的，对吧？不
是3500战斗力，哎，你们这些别乱说，是 rank 积分3925，不是3925战斗力。被动，被动啊，对，被动。好，这把我就靠被动打了。你这大招就我一级直接进化大招，对对，可以丢三次。对，丢三次，我操，看人，但是大招没 AP 加成。有被动有？没有。哇，对面是专业黑啊，什么半杯罗曼尼，半杯稻花香，半杯麦卡伦，这一看就五黑啊。像这把又要 carry。 喂，会不会以后有新思路 AP 躺了一个 W 回满了，就跟金圣一样。我看一下校长皮层选什么什么啊，果然是多兰剑。其实校长有个皮层女警435的输出门的打法，以前我见过一次，但是太强，我他估计不想用，就用了多兰剑。啊，校长现在已经开局已经开始挑衅对手了，这真的是很自信的呀，我一般都不敢嘲讽对手的，校长开局就敢嘲讽，这等会儿如果输了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不过校长根本不会考虑会输，因为对技术的自信。这边已经是五人校长战术，带领五人抓对面 buff， 牺牲自己上线时间。哇，一个下路居然不去打三狼什么的，居然会来打这个，会来这么一个偷袭，浪费自己上线节操啊，上线时间不是节操，浪费自己上线时间，浪费自己上线时间。我操，蜘蛛饮血。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般都会非常紧张自己对线的。天资啊，现在我还没闪现。马上这把黑了是吧？好，校长上线了，利用神的走位放弃三狼，而没有亏掉一个兵，一个兵都没有亏掉。选择线上最弱势的皮城女警加鲁鲁。这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弱势，在线上。单杯组合，我才发现。对啊，单杯强啊。这什么？我操！怎么打？不，这真的是线上最弱的组合。哇，面对鱼坦这种线上，没有最强，只有更强，最强最强组合。这种单鱼坦下路打崩流，我也是玩过。啊，丝毫不虚，直接上来补刀。我上次补刀真的太好了，这种两个刀必全掉的居然也补刀。哇，女坦加鲁鲁这个线上组合真的是特别厉害啊！哦，女坦加鲁，女坦加老鼠，这线上组合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强的一个线上组合。女坦一柱，然后老鼠打六下。然后女坦 Q 住老鼠打，再打五下，一个一直接带走，还是一个红 buff 老鼠。我们期待校长这一把为我们演绎怎么样的一个逆风教学。哇，这个 Q 虽然没有 Q 中，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快速的清兵线，不让对手有可乘之机来一中校长。哇，这种补刀虽然被 Q 中了，但自己走位非常好，直接一出来风筝吊着打，羞耻 play 老鼠，有红 buff。 哇，校长这波也是也校长这波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压力，因为确实不好打啊，对面确实不好打，然后给自己增加压力，然后送对面两个人头无所谓。我只能说无所谓，增加难度。
啊啊，奈斯奈斯，这个也是由我们的北京少妇啊富少刘志豪为我们带来的一波 AP 螳螂啊 beat 中单天使的这么一个打法。那校长其实非常稳，其实按道理下路被鱼坦加老鼠这种滚雪球阵容双杀之后是一个刀都补不到的，校长现在已经补到了两个，还利用匣子让鱼坦不敢走位，哇，又是一个神级躲夜，真的是走位直逼微笑。哎，四个刀五个刀，这种为什么可以补到五个刀，这那女坦其实真的可以一直压的，两个头都不敢压。又是一波补刀，鲁鲁，哎呀，哇，一个 Q 直接把第二个兵打成塔，一下死，让塔下一刀收，五刀全收，帅吗？你们觉得帅吗？对啊，水友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真的帅。哇，又是一个补刀加耗血。啊，这一刀也是为了刚刚有一次机会想要击杀老鼠而漏掉了这两刀。啊，补了这个刀就没机会击杀老鼠了，但是那个老鼠走位刚刚又迷之旋转就没杀掉。对，就那种稍纵即逝的机会校长把握住了，但是老鼠没有上当，所以说这两个刀是没有补掉。哦，校长这波直接一个 E 把老鼠吓跑了，不然必死啊，这波真的是又是成功的救了自己的命。被晕住的瞬间放了一个 E， 老鼠跑了，真的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那个 E 是没，那 E 是没有 E 出来的，让老鼠感觉，哎，皮神怎么不会逃走，那他一定是要打，他要打，哦，肯定打不赢，然后老鼠就不敢上了，然后救掉自己的性命。看不懂吧，给不了，那前期下路被拿了两个头的情况下，补刀还是稳稳的压住了这个老鼠啊，真的是非常的匪夷所思。然而狼人在上面蹲过，肯定他没溜，他来中路的时候才四级。对，怪你过分美丽，说的非常对，104刀了。仁爱医院欢迎你。啊，对对对，啊，这也是这个坑这位选手说就喜欢我这样解说，注重人物的刻画，从不夸大解说的教科书，非常感谢你，好，非常非常感谢你，从不夸大，非常 nice， 两分钟104刀，你们别闹，几位病友，组团去仁爱医院吧。哇，真的是从第一次故意送下路两个人头到现在，校长真的是一次都没有被一中过，就算一中了也是利用神级的这个一啊，让老鼠不敢上前，这是非常不可思议。这波校长，哇哇，真的是打掉了两根的召唤器，这是骗掉两个人召唤技，非常不容易，还骗掉两个人的大招。好，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这把怎么你这个正常的朋友不能玩。确实，其实我之前一直想说努努太坑爹了，但还是校长自己说出来了，我就不说了。其实我想说不是太坑爹，我一辈子没遇见这种负200分的选手。这是负200分，这真的是，带着校长3500分打，都能打成这样，真的是负200分。哎，我们的姿态直接被这个天使是单杀呀！啊，你看好是不是单杀？在前期有一个人头优势的情况下，直接被单杀。看好是不是单杀？我知道，我就黑一下，我就黑一下。哦，这波校长又是利用自己的闪现加一逃过一劫，可队友还没有来。为什么队友不来支援？哎，这里影子终于杠下了，对面打这么积极，哇！校长一个大，直接配合影子收掉老鼠 ，one kill， 影子继续追杀，砍啊！我粘，我砍双杀，校长神勾引为我0-12的劫都能杀两个人，拿到双杀，真是非常不可思议。我去，这个终于，呀，我还被狼人多呀，这嘴挺惨的，大哥，我不下去下。这个我要。刚刚校长那个大招释放的时机是非常好，因为劫的大它是会让不，这个数据说不出来，算了，就反正就是配合那个劫杀掉老鼠，非常的帅，不然劫600%被反杀。啊，对，刚刚的一番话也暴露了我对劫这英雄的不了解。啊，我是玩的那个，我看一下谁战绩比较好。哦，我是玩的那个螳螂啊，玩的螳螂。这一波是因为校长觉得那个。优势确实现在比较好打，然后为了训练我们 IG 四个队友，然后也是给大家制造一点压力，不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无所谓，大家放心。也是请大家放心，对，这是训练，你们不懂，这是抗压训练。你们真的不懂，这真的来训练。我们一般都是压力训练的 ，IG 训练全部都是打 rank， 天赋只能点25点，符文只能配2/3套，不能配全的。这叫抗压力训练。哇，校长这波直接抓到老鼠，但是这真的是被围着打，没有办法。上路方块龙的锤石已经被蜘蛛打崩。直接支援下路，伤的不行。果然，我们 IG 在成长道路上还会经历非常多。这种局，就看大家能不能翻了。加油啊！你他妈说的这么语重心长的干嘛？不是，我真的加油，这很重要的这一局，这一局赢下来，我们队的精气神就上去了。不能，我们不能老是就是依靠校长翻盘，这局真的是依靠自己翻盘，这要靠自己，老是靠校长翻盘，我觉得没意思。啊，校长已经控线了，蜘蛛老鼠已经是没有地方打钱了。这线控的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说完控线，校长开始推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我脸尖晚上已经被打肿了？蜘蛛过去了，蜘蛛在后面快走吧。对，咋操？什么叫不打也肿？
这是肥，这不叫肿。呀，你们这真的太黑了。好，我截图了，这个楼兰楼兰赢了，就送1314个血给校长。好，好，不送怎么说？如果这把赢了，你送血；如果这把输了，如果这把输了，像要唱歌啊？我唱。算了算了，这啊，这说着玩的，这个人已经不敢说话了。好，那就算了啊，那就算了。哎，我看现在局势其实已经慢慢的被校长扳回了，哪里扳就扳回了，已经是扳回来了。嗯，嗯，扳回来，你看这波又是校长的，哇，这个神级的勾引走位，也是直接让天使要死掉了，逼出闪现，这走位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校长也是啊，终于是收掉一个人头，也是啊，也是收掉一个人头，又是一个陷阱加一个 Q， 又是成功的耗血。哎，这波0-12的劫也是死了，校长找到一个完美的输出位置，开始疯狂输出，哇，这伤害真是非常的高。Nice！ 哇，这个真的校长这个利用 DPS 5的装备打出 DPS 10的伤害，这真的又是第二个微笑的诞生。错，我说错了，对不起，这句话我说错了，这是超越微笑的存在。你还我一会儿你有微笑住在我隔壁三个房间，他是看直播过来打我怎么办？打得过你吗？打得过你还打过校长？对，其实大家看我就是外表是其实是非常粗鲁的，一名选手，但实际上我内心是蛮细腻、蛮小清新的。打架什么的最讨厌的。对，人家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哎，这边也是看到校长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绩，这边也是达到了4-1-3，然后13分钟118刀。非常好，对 ADC 在13分钟能达到120刀，并且413参与7次战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哎，校长这波又是去勾引了吗？果然又开始勾引了，一个闪现，努努一个神级大招，哇哇，这个姿态，这个 W 空掉，哇，这个是这波是有点浪费了校长这么一个勾引。对对对，我没有跟上，还有一个0-12的劫在单击。单击，不，点这波没来支援，确实没打好，确实没打好这一波。
不过没关系，校长说一切都在算计之中，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这样的局面太常见了。以前校长经常跟我一起双排国服，我们很多次都是，我记得是我们这边只有三个人头，对面已经50多个人头了，然后我们还被校长 carry 翻盘了，这大家没有看到。这种翻盘局是真的很恐怖。你都秒了，你就秒了说我打他们其他所有人。我刚说全都是秒。对，3-50的局也是翻过。哦，有一次我们开局4-5，我跟校长，然后我用的是一个超级坑的，我那时候用的，我那把用的皇子，那个时候皇子很菜，超级坑，然后4-5赢掉，开局4-5。不，这已经不是牛的逼，这是驴，这是迷之驴，阿凡提，吹阿凡提，这是。哎，这边中路又是被大到，追老鼠，螳螂想反杀，一个大螂跑掉，跳被天使大到打，哎呀，这波跳的略微冲动了一点点，这个回血有点少，呀，有屁，伤。哎，这波啊，这波方头锤石的这个一是一空了，不然有机会能够带走老鼠，因为这边劫是非常高的输出的，虽然0-12，但是因为英雄本身的输出非常的高。对，我们 IG 的锤石应该是比其他队强的，因为我们队的锤石是它的头是方的，其他队的锤石是圆的，方的拉上去那个 Q 撞上去会很疼。哎，方的锤石撞了，输不够啊，没他们。但姿态这波被控制了，没有完成收割。这波很伤啊，这两波蛮，这一的太冲动了。只能留给老鼠，刚才那些大都放。这一波挺伤的，对，也是笑笑这个也没中，哇，直接陷入校长，果然螳螂是选择一个自己威胁，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一个，哇，狼人真的是非常针对校长啊，真的是太针对了。哇，这把看来真的是神之坑啊，0-12的这个劫，还有被蜘蛛打崩的这个尖头方头锤石，还有这个迷之 AP 螳螂，我把蜘蛛打崩了，我们看到的，你被那蜘蛛上路通关了，什么时候通关了，我把就刚刚。很惨，哎，我看一下这个。我没错，我扛不住了。这局我觉得校长要 carry 啊，我觉得这局如果真的赢了，校长真的会 carry。我也是这么想。我有那种感觉，那种神光突然又出现了。咱有个天使，我们还爆秒了。哎，我们真的这一局很关键，我们要看下去。神光就是你跟校长玩游戏的时候，你会感觉跟平常不一样，真的，我上单就有这种感觉。以前每波小兵只有6个，我跟校长打的时候，那个小兵就要出现7个，你每一波兵就多好多经验跟钱。这是神光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你看不懂，那来自黑洞的力量都是谜。啊，又是校长神之偷家啊，偷家狂魔校长呀，我刚刚差点说错，把我吓死了，我但说成偷家狂魔校长真名。对面很，这太容
这波校长是一个人连偷两塔呀，这真的太恐怖了，这个偷塔狂魔王草莓都不能与校长一战啊。有大天使太烦了，有天使太烦了，我爱老鼠，非要有天使，巨恶心，这是最老的版本最强组合，天使加老鼠。看校长这一波，这波大龙是掉了吧？这波校长是利用一个地图上的大龙换掉了两个塔，其实大家感觉我们是赚了还是亏了？对，水友的眼睛真是雪亮，这波真的赚了，赚翻了，赚得非常的彻底，赚到大家都已经快住进了仁爱医院。咱们今天病友蛮多，对。啊，这边看校长经济也是非常好了，现在已经是12-1-7了，然后也是达到262个补刀29分钟。非常好的经济。哎，我们看校长这边选择的是银雪红叉无尽加青雨这么一个套路，现在输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对面现在打团的话，只有非常疯狂的限制住校长才能赢。对，红叉不是红叉，我说错了，是意念无尽加意念红叉。啊，这波果然是他，哇，对面真是太针对校长。哇，极限逃生，啊，反身斑斓锤，啊，但是这波没有办法，只要对面限制住校长，那就一定没办法打。对，转身斑斓锤，啊，这不是，就是反身一枪。没办法，这把确实没办法，因为对面限制住校长了，因为校长主要这边所有输出都，那对面虽然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输出是方头锤石，但他没有 Q 中，就没有办法用方头撞上去，所以说没有什么伤害。然后这边这个螳螂是 A, 因为由于是 AP 的，然后又被天使打崩了，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伤害。然后努努就更不说了，完全是 no damage。然后这个杰还有点伤害，但是主要0-12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把他们限住校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对，这波真的是校长被针对了。对啊，我就问，刚刚那一波吃了那么多技能，谁不死？校长盾都没交就活下来了。我不在，快过来！哎，这波螳螂跑，再跑。肥螳螂，北京少妇刘志豪，再跑，仍然在跑。这波方头锤是支援，方头撞，哇，这伤害好高，方头撞，直接带走老鼠。然后方头锤石也贵了。哎，我吃。1、2、3、4、5，少一块。哇，我必须吃啊！老罗说，给我一份，给我一份。这么讲的？不是，那里面有鸡蛋吗？我不知道。来，给我一份，给我一份。就剩五份什么了？哎，这不错。方块狼你不吃啊？真不吃？哇，正好没去买宵夜，好饿。爸爸的，哎，筷子给我，筷子给我一个。啊，我们这边也是啊，苏妈来了。苏妈为我们带来了补给品。刚刚已经是大家都在线上没有血了，苏妈送来无情炒面。
IT 分析师 IT 分析师 IT 有分析师吗？没有吧，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吧。谁说有一群什么叫分析师？我们队员才是分析师，我们所有人都是分析师。哎，你在解说啊？解说。对啊，校长一带四。听说了，听说了，卡牌开始前场是吗？对，这把又皮神要开始了。你看战绩，12-1-6，20分钟195刀。看错了吧？没有没有，没看错，没看错。你们看不懂吗？295刀。对啊。你看错了吧？不，你看错了吧？是295。二十分钟195刀，怎么可能？校长3500的水平。3500的水平，你20分钟说二百，你20分钟295刀，那你告诉我。Frogan 是做过，Frogan3000分水平都做过。好好好。那我眼花了。啊，现在是495刀。校长在不在外面？没在。哎，不是，你们为什么都跟着我没有这么没有节操？我说，我还差500块钱，我就输了，这样巨掉。对，刚刚主要是我饿晕了，这坑说的很好，饿晕了没有看清楚。呀，我们有硬控，天赐表水的大木炭，没办法，这好仓啊！哎，今天老是关水，然后今天还有个狼人，然后呢，收割大 boss。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有没有感觉爱金最近？进步蛮大。说实话，有没有？没有，他们在红，他们在红，在红，在红。不，傻子。我们最近真的有进步，比以前成熟一些了。你们没觉得我们真的比以前成熟一些了吗？那你们说，我们为什么输给 Oh My God？ 你一直进步。你这么跟我说吧，我认真给你们说一句话 ，Oh My God 那一把我们输3个点。第一个点是前期我们不说个人的问题，只说团队的，现在说个人没有问没有意义。我们3个点，第一个是前期中野游走的时候选择